都兰兰心文化艺术团致力推展文化，并且在今天举行了25周年的纪念展，现场也展出了历年来的交流照片以及影像记录。也在活动中以舞蹈走秀的方式来介绍艺术团历来的造型。历任团长表示，期盼借由展览，让青年孩子们看到艺术团的点滴，达到文化传承的概念。台上表演者跳着舞蹈，展现出自信。接着换下一场表演者，每换一首歌曲都有着不同的服装。而这一首首的舞蹈表演，是蓝星文化艺术团的历年点滴。由台东生活美学馆指导多元文化暨发展协会主办的蓝星25周年纪念展，在今天正式开幕。现场展示出历年来的交流照片以及影像记录，也在活动中以舞蹈走秀的方式介绍艺术团历年来的造型。蓝星文化艺术团原本是教堂的圣歌队，后来因为在神父的支持下，到各地以舞蹈歌曲的方式传福音。随后历经了多年的圣歌队时间，在一个机缘下成立蓝星文化艺术团，而蓝星也是神父帮艺术团取名的，意义为将星星的光芒散落在各个角落，也意味着文化传承之意。名字也是我们神父取的，就他用英文来跟我们讲。他说十大是蓝星，这样把这个蓝天空的星星能够飞到各个角落。而纪念展的成立让许多团员们非常高兴，跟在照片中回味自己的故事以及与团员们一起努力的点滴。现任团长表示，期盼借由展览让青年孩子们看到艺术团的点滴，达到文化传承的概念。高兴，因为我们年纪大了，让我们的孙子他们会看到我们的传承，我们的意思是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代的人。过去的那个心血，让我们的年轻人看看那个伊娜阿嬷他们的工程来说，以后不要断续这个原住民的文化，是这样子。蓝星意味着文化传承之意，借由纪念展除了感受当时的回忆之外，更希望让孩子们以及到来的人了解艺术团所做的事情，分享故事，让文化持续传承。谢盼志于东河乡报道。